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在本月十日举行，当天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一共横扫9项大奖，成为史上第一位达到此殊荣的艺人。有趣的是，当天坐在台下的泰勒斯也被拍到搞丢昂贵钻石戒指的慌张模样，引起爆笑。据了解，当天泰勒斯身穿一套黑色低胸礼服，并佩戴要价1.2万美元的钻石戒指出席典礼。然而在典礼期间，他却不小心遗失了戒指上方的钻石，让他超级慌张，赶紧向身旁的工作人员求救，而这一幕也全被参加典礼的观众给拍了下来。当看到影片的网友纷纷笑说，惊慌的小表情太可爱了，如果是我应该会直接抱头痛哭吧。you